五，嗯，哇，来了！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到的地点是魏武营军区。那这边以前呢是军事设施，但现在已经开放成公园，可以让大家来玩哦。有机会大家下班就来这边闲逛吧。这里有个魏武营大大的 mark， 是很漂亮的白色建筑物哦。看着鸟飞来飞去的模样，是个很令人安详心静的地方呢。魏武营呢，其实是个多功能剧院，它本身有表演厅、歌剧院跟音乐厅。那后续详细的节目资讯呢，其实在这一块的荧幕板上都有它的介绍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魏武营参观这些节目哦。看这拱圆形的长廊真是很漂亮，这窗外的美景真是让人心旷神放松。魏武营呢，在户外其实有很多的公共装置艺术，然后它其实分散在四周围。然后这是一个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构造是长什么样子吧。这是装置艺术的前景，然后这是它的近景，纹理很漂亮，也很让人寻味啊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景点魏武营咪咪村，然后就让我们整个镜头看看魏武营咪咪村在哪边吧。后面捷运站的红色建筑物本身就是魏武营咪咪村，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这边去看看，那边有很多彩色壁画可以看哦。然后它著名的地方在于，它有一大堆彩绘的墙壁，在这边彩绘墙壁就是介绍一只狗担任水果摊贩的主人，然后买一堆水果画面，这幅图感觉很可爱，也很有意思呢。来，那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看看吧。从我们105年开始画这个彩绘之后，经过几年的累积之后，才有这样的。这么多的画，其实只有1000块跟500的比较印象，可能还有那个书柜，有其他，是因为我都跟每天进出啊，没有印象这个两个这几物。手机备战，来哦，1、2、3。